Only watching video is not enough for me. I really want to see on my own eyes a really master's cook dishes. Hello everyone, I'm Yuri from Ukraine. As a foodie who likes Wenzhou's delicious food so much, I know that O cuisine is one of the four genres of Zhejiang cuisine. And Zhejiang cuisine is one of China's eight major cuisines. Today, let's go to uncover the O cuisine's mysterious veil. Now, follow me. 老师你好，我叫尤瑞。你好尤瑞，欢迎欢迎。我特别很喜欢温州美食，你能不能介绍一下欧菜吗？好的，我们欧菜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，以烹制海鲜煎鲜见长，两轻一重，轻油轻芡重刀工，口味清鲜，淡而不饱。江老师，你学习做欧菜多久了？说来有30多年了。从2000年开始呢，就跟着我师傅潘晓林呢学习并继承这个欧菜的烹饪技艺。哦，要想了解欧菜，中国欧菜，这本中国欧菜很值得一本看的书。我师傅今天也在，我带你去见见吗？嗯。潘晓林， who is a national level cooking master in China.Has once taken in charge of state banquets in the Beijing's Great Hall. He has more than 40 years of cooking experience. 温州鱼丸是温州最有代表性的欧菜。鱼丸的制作手法非常重要。潘老师，我的做法怎么样？不错不错，再练几年就好了。我们的欧菜当中，这个鱼丸，其实我们的科教术语是鱼珊瑚，它的形状是一条条的鱼珊瑚一样。温州鱼丸跟蒜子鱼皮是温州最传统的欧菜。又对，我们尝一下温州的鱼丸。温州靠海。鱼是温州人餐桌上很大的一个主题，把鱼肉切成珊瑚状，制成鱼丸，让高密度的鱼肉每一毫米都入味，这些都是温州人走多远都会心里装着的温州味道。来温州之后，我也爱上了吃鱼丸，不仅好吃，而且没有刺，我一家人都很爱吃。这道是柠檬马蹄甜辣虾，这是老师。多次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好评的大虾跟马蹄烙，一口吃下，一个鲜甜，一个爽脆，配上酸甜浓郁的柠檬汁，可以说是浑然一体。嗯，这道菜太合我的口味，我一定要拍给我乌克兰朋友们看一下。继承不寻古，创新不弃旧，这是我们欧菜的宗旨，也是我一生的追求。小的时候，欧菜用它特有的鲜味滋养了我们。长大成人后，能作为欧菜的继承者、推广者、创新者，发掘食材本身的味道，通过事物的搭配，往上菜品的效果，一直是我们这一批欧厨的骄傲。我老师常说：“择一事而终一生。”这也是我们欧厨割舍不下的欧菜情缘吧。欧菜呢，形成大概是有2000年左右。它比较呢，配像我们中国的中医类所讲的，就是说清淡。清淡呢，对于身体呢是比较呢有利。在全世界有太阳的地方，有海水的地方，都有我们温州人。在欧洲，每个城市、每个国家都有我们的欧菜，但是作为在欧洲的食材。有的时候呢不一样，不一样呢，我们就在欧菜上面呢改良，受到外国人的欢迎和喜欢，能够把这些菜系的精华带出国门，在欧洲，在全世界发扬。